看到了，在全球不同国家都有灾情啊，总是要先问慈济人呐、啊，平安吗？他们回报个平安，心先安下来，紧接着就会说大家平安后啦，就开始要准备关怀关怀有灾难的人哦。大家都已经很默契啦，有啊，我们呢都互相联络啦，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探看呐、啊？就会说还是要顾全安全，救人的人要先说平安。是啊，这叫做人之常情啊，关心很熟悉的或者是自己人啊，平安他们要去帮助人，还是呢欢喜赞叹，难免还要再叮咛要顾全平安。可见平安啊是多么的重要啊。看见泰国最近啊就有那样的水啊，那么的大，很普遍啊，这一波的灾情贫穷之家是雪上加霜，苦苦啊。乌文虎是全国的最重最重的重灾区，所以这一次我们除了来关怀，也准备了一些必须的生活物资，上人送过来的五谷粉，五谷粉可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，然后这里几乎都是我们的年长者还有小孩。搞娃娃不做面，搞不怕跟接狂狂呀，人有办不来呢。ดีใจค่ะที่เพื่อนเมตตาฉันนู่นน่ะเอามาให้ดีใจ看到了受苦受灾人家真的也要等待的有人帮助，看这样的环境还要多久才能脱离这样的水泡在家中？这就是水大不调啊！苦难人实在是苦中加苦，还有平常进出他的家，我们慈济人啊，有时候看到他们要去发放，都要过准。那在床上啊，递给物资给需要的人，他们走不出来，我们呢，把爱啦物资呢一一送到啊，他们送到他还要尊重那种的爱啦，要展现出来尊重付出，还要双手合十啊，鞠躬弯腰来
祝福接受的人在内，都是慈济人真诚大爱付出，他们呢所得的是心安，因为呢悲心啊，悲众生苦之苦，所以呢把物资送到达，那种悲心悲心付出，看他们亲手接受了，菩萨安心啊。所以呢他同时心存感恩，感恩有因缘有机会亲手骗布施，布施完啊心安啊，这菩萨身影，我们大爱台的画面啊，不就是呢时常可以看见菩萨身影吗？菩萨心心样，这就是菩萨，他们是与我们同心同道同事业，他们离我们遥远的国度里，我们无法走到，他们究竟可以走到，他们可以把所需要的物资很细心用心来打包，要一户一户的去了解人口多少，小孩子需要用的吃的奶粉营养品，老人家所需要的成人的尿布，他内心所需要的提出来，慈济人呢，他们听到了，赶快准备啊！这样的爱呀，真诚的大爱，所接受的人，他那样的温馨呐、啊，安心的接受，被尊重到了，有尊严的接受。所以看到了泰国，他们真正的哇，很欢喜，欢喜这一群真诚菩萨在人间呐、啊。还有听到了是发放给计程车司机，最近啊，两三年来 COVID-19 啊这样的疫情，观光客呢减少了，没有客人呐、啊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呢问题重重咯，所以呢。我们泰国慈济人呐、啊，也是呢，发放给计程车司机，这都是呢，这最近以来啦，因为呢，疫情还加上了气候变迁的灾情啊，这种。困难中的困难，好在呀、啊，慈济人的发心、用心啊，
这样发挥了爱的能量，接力了，总是呢就像接力赛，一手转过一手，长长的队伍啦，递送给了远远的地方。这就是呢，如社会就要如这样的接力的付出。所以啦，我们爱的能量啊，少不了你与我来互相的汇合，去帮助他。